舌癌案例。切片算严重的，会伤害。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我本来好好的，但是我已经成年了。是。不过我是切，那么舌头还是这样。够了，快了，完了。好，你现在讲对一件事，你本来舌癌长在舌头都好好，对不对？已经十年了。切完片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马上变。你能不能张开让大家让那个摄影机帮你拍一下？